大家好，我是阿莫，我现在在美奈这里，然后今天这个雕塑公园这里有那个活动，我们过来参观的时候刚好碰到，今天跟阿美过来看一下。认记得五大蓝莓粉广东粉粉今天老人在这里搞什么送给谁呢今天老人在这里搞什他们正在比赛，把那个稻谷的那个壳去。记得没有？搞啥？那边他们上什么赢的？他们比赛有什么？都把他们搬好，搬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想跑，想跑！比赛就一场，哈。知道没有？知道谁争搞争？啥？空白呢？完。好了啦这个服装是这两位白衣服的服装是那个越南的少数民族今天这个活动也是他们这个民族在举办的现在我们到这个沙雕公园里面去看一下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晚那个表演已经结束了没有看到所以带大家所以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那个雕塑这个有点像那个芽庄那个占婆那个公园前面那里有人在那个打鼓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往这个雕塑公园这个山顶上走，看看这山顶上有什么，应该可以看到海的。哇，这里拍照很漂亮。现在我们上到这个山顶上了，前面那里好像有一座像碉堡一样的建筑，我们去看一下，看能不能上去。看这种地方就像是以前打仗什么的。看看里面有什么。哦，里面什么都没有。哦，下面有好多渔船。这边是那个渔港。这山顶上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就走完了。是不是以前韩孟子楼啊，我看起来怎么像碉堡呢？像以前打仗。没有，没有，他们来到这里看风景，然后都本来都不上了。以前他们说以前可以上看风景，很好看，现在不能了。现在前面又开始表演了，我们赶紧过去看一下。